近日，四川唐家河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监测作业中发现了大熊猫的活动轨迹。画面中，一只体型较大的大熊猫躲在树后，呆萌地望着工作人员。时隔一天，工作人员又拍摄到大熊猫活动迹象，这只大熊猫灵活地爬上了树的顶端，找了一个舒服的位置看风景。随着唐家河保护区生态逐渐向好，近几年，保护区内已经多次发现大熊猫的踪迹。